我想，谈错了。哪有，谈得很好。就像我那个朋友推荐的一样，你在情商很治愈。谢谢。我能做吗？ 我叫余生，这家酒吧的老板。幸会，我叫崔善。我知道你，我看过你的演出。看过我的演出？啊。 真巧，尝尝。从回来这家店的客人，我都会送杯酒，甜的。 甜，喜欢就好。你跳舞的人都很辛苦吧？现实生活更苦，跳舞不苦，只有在跳舞的时候。 我才可以什么都不用想。现实世界有那么不堪吗？也许有的人上天不太爱给他发糖吧。 抱歉，我说的太多了。没有。谢谢你的酒，很好喝。那我今天先走了。 你很像我一个老朋友，是吗？和你聊天很舒服。喜欢听我弹琴，随时来。好，再见。
我们刚到，正在打捞尸体，等你。队长，死者是一位年轻女性，大概17、18岁，身高1.70米。亮子，好，把闲杂的人清一下。啊，头，他是刚调过来的。我是防一头，26岁，刚从青兰市刑侦大队调过来。今天是我第一天上班，请陆队多多指教。对，怎么样？目测死亡时间在48小时以前，有可能更早。2天以上。我去周边看一眼。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说你半天你不听是吧？太吓人！就你戴帽子那个。说他。不拍了，不拍了，走走走。陆队，久仰大名，海港市刑侦队的神探。带队破获多起大案要案，没想到您这么年轻，好像您也是特种兵出身吧？从轮胎的痕迹来看，车应该是倒下来，再开上去，开上去之后朝东走了。应该是自然吸气发动机吧，马力小，没劲儿，必须得拼命打转才能爬得上来。两个轮胎的尺寸也不一样，左侧的轮胎是175的，正常轿车的轮胎。右侧胎应该是165的，右轮应该是个备胎吧？这样。你把这条马路以东所有的监控录像全部调出来，看看有没有符合这个条件的车辆。让亮子搜索虎城河。是。老张，前面有个箱子，咱们准备打捞一下。就那个，准备打捞工具。师傅，看到有个蓝色箱子了吗？咱们过去。好起来。从尸体的状况来看，全身上下共有17处伤口，其中颈部动脉、大腿动脉和心脏处都有致命的切割伤和穿透伤。尸体在水中浸泡的时间超过了12小时，我们待会儿会做 DNA 的提取对比。这些伤口不是同一种凶器造成的吗？我正想跟你说这个，在我看来，
这27处伤口一共用了9种不同的凶器，而且有的伤口看起来像是动物的抓痕。动物？嗯。哎，周六。周六？周六怎么了？有你什么事儿啊？叶子给我。对不对？嗯。老许呢？他去调查受害人的社会关系了。你让他没事收拾一下桌子，这么乱。收拾多少回了？这就好比给猪收拾猪圈，那没用啊。哎，小陆，这是受害人钱包里找到的大西洋酒吧会员卡。没问题，我去查一下。嗯。队长，有两件事情跟你汇报一下。第一件事情是，案发地理位置比较偏，都没有监控覆盖，勘查难度比较大。第二件事情是，一兵有案底，去年曾经直播涉黄，情节较轻，治安拘留12天之后认错态度良好。我刚才翻了一下他的微博，他现在有一个助理兼经纪人叫小夏，已经改做平面模特了。我联系一下小夏试试。你去吧。你是小夏吧？是。你好。你好。带路啊。你跟我们说一下一冰的具体情况吧。冰姐家是北方的，来这10年了。她一直在做模特吗？嗯。去年才开始兼职做直播。她做直播涉黄。进了派出所，这件事你知道吗？我知道，但是他后来就不做了，一直做模特。嗯，就是那儿。这儿他租的地方，平时当工作室用，他自己也住着。那天大概是周三上午，差不多10:30左右吧，我就跟平常一样去工作室。冰姐，特别喜欢鱼，他说鱼能生财。之前他也找人看过这个房子的风水，人家也说在这儿养鱼好。然后呢？然后我就吓坏了，就想着赶紧报警。
你干嘛？冰姐喜欢泡夜店，她那天晚上在酒吧玩了一晚上，第二天上午才回来，她看到这个也吓傻了。冰姐，咱报警吧。不行。啊，不能报警。可是把他捞出来。然后怎么办啊？找掉埋了。为什么不报警呢？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不知道他怎么想。一冰不报警的原因是因为他还在偷偷的做违法直播，对吧？这个工作室就是他直播的地方。冰姐是还在做直播，但没有违法。内容挺健康的。你去查一下一冰的直播内容。队长，我查啥呀？涉黄吗？假尸体呢？藏哪儿了？就算咽到肚子里，也不要告诉别人，知道吗？老娘又不是吓大的，这点事儿还想吓着我？冰姐说：“这肯定是同行在故意打压她，是个恶意恶作剧。她嘴上说不怕，其实我知道她当时心里肯定特别害怕。后来她就让我放了假，说让我等房子好了以后再去上班。谢谢。她肯定每天都去酒吧喝酒，她无论遇到什么事儿，开心的、伤心的还是害怕的，都会去喝酒。”他总是跟我说，酒能消愁，酒是万能的。哎，好像就是那儿。哪儿？应该就是在那个大树下面。自己过去吧，我有点不太敢过去。走吧，下去吧。敢埋不敢挖吗？这儿是吧？对，就这儿。队长，要不然我来吧。行，你来。
来来。假尸和真尸的受损程度几乎完全相同，身上的皮损、面部和四肢的淤伤以及头部的重创都和死者的尸体位置相同。你看，这个应该是用硅酸凝胶做的，非常接近人类的皮肤质感，而且这个假尸的做工非常的精良，类似于影视剧里的那种信用特效道具。假尸的身体各部分尺寸几乎和一冰真人100%相同。我知道，我会去排查海港市所有专业的特效道具公司和个人的。凶手用了成本昂贵的材料，一比一完整打造出了受害者的假尸，并且在假尸身上提前做出了他将要对死者实施的伤害效果，然后他把假尸放到受害者家里的鱼缸里，这就是对受害者的一种死亡预告。这个假尸不但成本高，制作时间也很长。我不明白凶手费这么大劲儿，他图什么呀？图什么？图的是让受害者提前陷入恐惧。我之前当兵的时候做了一些二战时期军队虐待战俘的心理调研，他们一般不会直接杀死战俘，因为他们觉得这样战俘所受到的痛苦会太过短暂，所以他们一般先会虐待战俘，等他们受尽折磨之后再杀死他们。同理，凶手做了完整的一比一的假尸，并且将受虐效果也加了上去，让死者目睹自己的死亡状态，这对受害人是一种恐怖暗示。你们想想，如果你们是疫病的话，在收到假尸后的几天你们会怎么样？这具假尸还有鱼缸，还有疫病的出租屋里，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凶手留下来的指纹和毛发。我们试图调取7月22日，也就是上周一晚上麦田公寓所有的监控，但是被告知当天晚上麦田公寓所有的监控系统全部莫名其妙地出了问题，直到周三早上才修好。凶手的准备工作做得太充分了。不过从假尸的尺寸和真人的尺寸高度相仿来看，这个凶手应该对一冰本人的身材非常了解才对啊。一彤啊，明白，我会跟小夏说的，让他把和一冰所有合作过的摄影师、服装师还有化妆师的个人信息和联络方式全部提供给我们，逐一排查。对，对，怎么样？哎，老陆，我们查到了受害人一冰的网约车信息，车辆符合你的判断。7月25日，星期四晚上的11:03，一冰搭载一辆银灰色轿车，车牌号是海78931，司机呢叫张白叶，合法网约，信用记录良好，这辆车和一冰有长期的合作关系。7月25日，星期四晚上的10:59，在大西洋酒吧西门门口接到了一冰的单，我调出当时的监控。监控显示，一冰是在11:03在大西洋酒吧的西门门口上车，他们的目的地是城北新区一冰所租住的麦田公寓。停一下，放大。这个酒吧的西门门口应该是一条由南向北的单行线，但这辆轿车是由北向南逆行而来。停到了酒吧门口等一冰，他的目的应该是让他的副驾驶的侧窗对着西门门口的摄像头，这样从录像里面我们就看不到他的脸。看来这个人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啊。是，而且从大西洋酒吧的西门门口到一冰所租住的这个麦田公寓，正常的行驶路程为37分钟。
我调出了沿途的监控录像。监控显示呢，张白夜上了二环以后呢，就径直拐向了城南郊外方向，而此区域是没有监控覆盖的。这之后呢，就很难追踪到这个车辆的行踪了。从城南的郊外到一兵的浮尸案案发现场，一南一北，大吊脚。我推测，张白夜所行驶的路线应该是全部没有监控覆盖的城南远郊高速，他是绕路，绕到了虎城河北岸区域。我这边也调查了一些张白夜的社会关系，张白夜目前处于失联状态，高中毕业学历，之前一直在市第二印刷厂做司机，两年前办了停薪留职，开始做网约车司机。他目前跟他的父母住在一起，没有结婚。联系一下网约车公司，看看能不能把他这个时间段的行车录音全调出来。我问过了，平台说在7月24日星期三晚上，张白夜就关闭了录音功能。亮子，哎，涛，我要一张海港市的地图，彩色的。涛，